办鬼屋活动卡到音，二十大学生集体收金。你相不相信卡刀音这种事啊？才不信呢！你看这些女大学生哦，有些瘫软在那边，甚至抽搐，一次就有二十几名集体中招。叫我不信哦，真的也难啊！哎，就是这间台南嘉南药理大学哦，他们星期四晚上哦，为了迎接西洋万圣节举办鬼屋，结果那时候已经在进行恢复场地的动作，所以很忙，而且现场有一点乱。我们是用草莓布把那个礼堂围起来。那空气是不流通的，里面都是汗臭味。大概10来位啊，12位左右的这个学生，他有这个身体头晕啊，那这个状况。因为那时候时间有点晚，已经没有诊所，然后我们想说有同学的爸爸在庙里面，然后我们想说请求大人告诉我们怎么处理这样。啊，那是来看因看因安尼，当人想讲真无爽快，倒伫迄个涂骹，倒伫袂来涂骹，啊，佮开始来请教，来问王爷，啊，问啊王爷，阮个王爷讲安尼有伊卡有伊卡着因，开始甲因处理。阮王爷讲帮因处理，甲因处理完的时阵，就拢有迄个有精神恢复。看到没？看到没？是不是很悬啊？就收个金哦，全部都好了。这下我真无话可说了。